大家好，我是 Gwyneth。 昨天听了何韵诗的言论，大家都很想知道怎样可以写到或者讲到好像一句这么长的句子。我们看回这句句子。 Last month, 2 million people walked in peaceful protest fighting extradition bill that would remove the firewall protecting Hong Kong from interferen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。 这个句子有四个疑似动词的字，对我们理解意思上面来讲不会构成障碍，不会觉得困难。但如果要求大家同我去写同埋讲，又肯定是啱，好像就有些挑战了。不知大家看了这两段视频没呢？在这一段视频里面简介了 finite verbs 和 non-finite verbs 最主要的分别，知道这个分别就可以帮到你认清不同动词、不同动词词汇形状的角色，令你文法正确。未看的话右手边可以 click 回来看。而这一条片就简介了 non-finite verbs 有什么类型，同埋点样在句子里面发挥它的角色，是上一条片的延伸，亦都可以帮大家巩固文法基础，对你写长的句子是很有帮助的。好了，看回这一句句子，它是分了四个部分，我用不同颜色分辨了它不同四个部分。其实这四个部分来自这四句。第一句是 Last month, 2 million people walked in peaceful protest。 第二句是 They fought against the extradition bill。 第三句是 The bill would remove a firewall。 第四句是 The firewall protects Hong Kong from interferen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。大家就会问啊，怎样将这四句变为一句长的句子呢？我们怎样选择 non-finite verbs？ 这一度又不是太多 and or because 的连接词，那我们怎样去选择所谓 present participle、 ing forms 之类一些的 structures 呢？想一想，我下集会告诉你，所以记得订阅同埋揿钟仔呀。你亦都可以透过分享、留言、赞去支持我、鼓励我继续制作视频，等大家睇报纸、睇新闻之余学咗英文嘅文法，又或者学语文知识嘅时候知道多一啲嘅社会发生啲咩事。听日再见，拜拜。